今天和我姐去她闺蜜家，提前和她闺蜜串通好，假装很熟，整蛊下我姐。咋没人呢？你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我咋进去呀？我穿进去啊。进去吧。不是，我敲那么半天门没听着啊。我打游戏也没听着啊！你打什么游戏啊？你名字都老来了，你打着游戏了？不是，平时你有点朋友朋友能点人闹啊？来，换鞋，换鞋姐。谢谢啊！今天你走我这不？哎，真的太热了，我去冲澡了。那去。好戏开场了。哎，你家这花洒是咋用的呀？哎，我来。哎，你拧这个就行了，姐，拧这个。你啊，对了，它这个见风水花还覆盖了背部，角度还能根据你要处理的部位进行调节，而且这是个喷嘴都是雾化水的效果，就像给你背部做 SPA 一样，舒服吧？嗯，不是你咋着的？他推给我的。啊，对，我推他的。嗯嗯嗯嗯。你把房间密码告我一下。90685。这不你生日吗？啊？合着我是外人，我早就完了。逗你的姐，没事，你看你。我出去又找茬，我这气没电，充电器。哎呀，你卧室吗？昨天晚上冲完你不放那个枕头下面了吗？你，我给你拿去。